浙江杭州小冰岛最近在网络朋友圈中成了网红，成为杭州新晋网红打卡地。2月21号，记者实地探访了此处。小冰岛坐落在杭州易创小镇凤凰国际创意园区内，面积虽然不大，方寸之间却也自有乾坤。湖面清澈，山体冷冽，有一股天然的荒岛旷野感。站在灯杆、栅栏、草木屋等边上，随手一拍都有一种出国旅游的味道。当天天空飘着雨，但仍有不少民众来此打卡，一些还来自外地，在杭州旅游时特意来到这里。他们告诉记者，都是通过网上看到此地的照片，觉得漂亮，不失为一个游玩的好去处，便来此游玩拍照。准备到杭州这边来玩，到晚上之后想提前做一下功课。功课的话，就在小红书上，对吧？看到有一些网友推荐的这边有几个，拍照比较美的景点，所以过来了。因为今天可能天气的原因，人比较少，人比较少还是比较幽静的。比较幽静的话，这边，感觉风景确实还是比较美的。因为在网上看的是小冰岛嘛，感觉还是有一点的。我们是在杭州旅游几天的，主要是我是第二次来了，所以西湖那边差不多逛完了，所以挑了一些比较小众的地点的。互联网的发展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。民众们表示，现在出门旅行时，目的地很多也是查网上攻略，看网友们的推荐，网红地、小众点或成为新趋势。像出来旅游啊，或者是这样，它好多大众那些东西，一个是人比较多，另外一个它商业化也比较严重了，所以更多趋向一些小众的一些点位，就又偏欧式幽静一点的这种风格。其实，期望的照片不一定有成，反正就过来，因为看着感觉比较好，所以过来看一下。拍照好看，拍的好看了吗？朋友圈或者微博都会发。